無限大な夢の後の何もない世の中じゃ。干爆哭！我没有想到，干爆哭啊！我没有想到会爆哭哎、欸。我看 K-On 的时候是刚好，就是大学的时候又重看一次 K-On， 然后就会觉得说当年的高中的生活，他们一起就像是他玩社团什么的，然后呢，就像他们一样，终于结束了最后一次演出，然后躺在一起哭，然后睡觉。那个我大学的时候重看，然后那个是我那时候就是直接完全就想到，就像我们高中的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完全是一样，就是一起度过时间，然后一起。终于完成了，就像我们完成了最后我们的比赛，完成了我们的社庆，他们完成最后的表演，然后这样子啊。